请反方一辩上台申论。主席，各位评审老师，各方辩友，你好，我是反方一辩，我方主张我国不应保留核能发电。刚刚在质询当中，对方辩友也承认了目前的空气污染的原因，主要并不是因为火力发电厂，而是因为移动污染源以及工厂所造成，所以对方辩友不应把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火力发电厂，而且对方辩友也无法，也不得不承认，原子能委员会已经再三否定台湾不可能会有再利用核废料的问题。好，以下是我方论点：一、非核家园才是幸福家园，核能因为辐射、核废料以及原料开发的等等问题，很容易造成严重的生态冲击，甚至遗害后代。尤其台湾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本来就不适合新建核电厂。台大地质科学系教授陈文山指出，台湾的四座核电厂都登上了全球14大最危险的核电厂，核四厂的发电井距离房角断层更是只有1公里的距离。更令人惶恐的是，台湾的核电厂距离首都近，对于核灾，台湾也无足够的空间撤离，后果将不堪设想。台湾的电厂面临先天条件的不足，实在没有能力冒着核灾的风险继续保留核能。地震对于台湾的安全威胁甚巨，核电引来的风险台湾并无法承受。二、开源节流，促进能源有序，我方将封闯核四厂，同时更换通宵、大林、大潭等9座、15座的火力发电厂的机组，并预计在民国114年完工。这样不仅可以提升100亿度的电，同时取代1.2座的发电厂的发电量，废核可说是指日可待。同时落实保护用电与人民安全，成为能够有序的能源政策。三。废除核电并不会造成缺电，或许很多人认为前几年的停电是因为缺电，但其实目前台湾供电稳定，不需核能运转。台电的资料就告诉我们，台湾106年总发电量为2310亿度电，而民营的产电也高达300亿度电。根据中央说明了台湾并没有缺电的危机。根据中央社报道，跳电是电运输的过程中，输配电路设备损坏或是自我保护机制所造成，并不是因为缺电。台电也指出，近期停电事故有60%是外力造成，就像729的限电，并不是因为缺电，而是因为它的劣化以及外力造成的，而其余的40%则是末端的配电劣化故障，就像815大停电。所以对方不应把所有的缺电危机都归咎于现在的缺电以及发电量不足，不应两者做不正当的连接，这也说明了台湾并没有急迫性的缺电危机。根据以上论点，我方坚决反对我国应保留核能发电。我的申论到此，谢谢大家。讲时间2分57，请正方三辩上台质询。各位评审老师、正方辩友，大家好。虽然没有问题，我问题想请教您。好，您知道台湾发电量最大的发电方式是什么呢？是火力发电。是。那么去年火力发电约占多少呢？60%。我们可能出入。那我方资料这边是82.6%。好，那么您方想要用什么方式来替补我们废除核能之后的电力呢？没有，刚刚在申论有提到，火跟新机组它不会造成你的需求的原料扩大，而是我们搞清楚，就是我们更换机组以后是增加它的发电效率。是，而且我刚才申论有提到，三座火力发电的更新就可以提高105点，而台湾目前我们要更新15座发电厂，我方认为这样我方是可以替代核能废除。好，谢谢张队友。那么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吧？是的，是台湾非常的民主，那么人民的意见相当的重要，对吧？是的，是。那么任何事情都会有不同的风险，对吧？是的。好，那么发电方式也会有不同的风险，对吧？这是点好，对吧？好，那么台湾人民是否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电方式呢？对啊，这方面是，当然是有的。那么如果台湾人民选择一种风险较小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尊重？是的，对方面。好，那么去年公投有通过一条，您知道吗？即废除核能发电设备应于中华民国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之条文，是，这也就是保留核能发电啊。没有，我现在的意思是说，并不是要在2025年完全废除核能发电，是，他们是说要现在需要停止运转的意思，上
火力的机组，达到取代核能。但是台湾人的终极目的是要废核的对方辩友。好，是。那么我方这边主张废除火力发电和保留核能哦。好，那么对方辩友，好，没关系，我们下一题。好，那么我方主张发电方式除了去掉核能，那火力发电要改变或者是保留或者是废除呢？我方的意思就是更新机组。更新机组是的，非常辩友。好，那么更新机组这个机组有什么优点或什么缺点？它会造成空气污染吗？不会，非常辩友，因为现在是因为火力发电厂延役，所以才会造成部分的原因空气污染。但是更新机组以后会降低它的排放量，非常辩友。好，那么您知道 PM2.5 是一比致癌物吗？是的，非常辩友。好，台中气管支气管及肺癌排名死因地址位，您知道吗？这方面有请您为我解释。是，连续七年高居台中的第一名。好，那么您知道全世界第一大的燃煤发电厂在哪里吗？这方面有请您解释。好，不用紧张，在大陆的内蒙古。那么全世界第二大的燃煤发电厂在哪里？您知道吗？第二大的，世界第二大的。有请您解释。好，世界第二大的在台湾，这个你就必须要紧张了。哦，好。好。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肺癌排名第一了，因为全世界第二大的火力发电厂在台中，非常的可怕。哦，这方面有您方是您方现在是认为，这方面我刚刚是会有提到，台湾的空气污染源主要是因为移动污染源以及工业发展，是并不能将所有的错误都归咎于火力发电。是，谢谢。您方认为是移动污染源是。还有工厂是主要的空气污染来源。好，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火力发电造成的空气污染，造成全球每年多达多少人死亡？您知道吗？对方辩友，请问我解释。好，是我方一辩刚刚有提到，是每年300万人，这是非常的高。火力发电造成的，是空气污染，不过这个是单纯指火力发电造成的。而这个是全球的数字，没错，300万人。好，那我们就以台湾为例。一年也有9000人因为火力发电造成的空气污染死亡，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要先废除核能，而且我相信你们的基础，你们要替换掉的基础，我相信还是会造成一些像是 PM2.5 或者是一些少量的辐射。但有相对的或是在处理，我相信你们的基础都会改善。非常辩友，谢谢。